Hello， 各位读者，你哋好，我系黄亚宝。嚟紧书展咧，我就会推出一本食谱书，就叫做《黄亚宝主场》。咁《黄亚宝主场》入边咧有几个 chapter 嘅，分别系陈皮菜式啦、宴客菜、家常菜、素菜。咁喺本书入边咧，有个 chapter 咧就讲陈皮啊嘛。咁喺陈皮嘅几个菜式之中咧，我同大家推介陈皮骨同埋红豆沙啦。咁呢两个菜式都唔难做嘅。咁啊，都是一些養生啊，對身體食完之後對身體好的菜式。最後一 chapter 就是五味人生，五味人生入邊有甜、酸、苦、辣、鹹，每個味覺咧都有兩個菜式嘅。咁當中就會講下我在學廚的艱難啦，同埋去到而家叫做有少少收成的所謂甜的菜式啦。希望嚟紧喺书展见到大家，同埋过嚟支持我本新书啊！多谢晒。